本人担任主席啊，这个处理都照这个议事规则了哈。那么上次的会议啊没有处理，就是这次会议处理。那么这次会议处理啊，我们清点人数啊，那么表决这个复议案不通过，就是不通过，我也做了裁示，好，那么这点不改变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这个列席官员，介绍行政院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夏主委，副主任委员吴美宏，企划处，陆委会。